大家好，我是白国龙，很高兴来到央视网太空数字分站，来和大家分享航天知识。我们知道，中国的梦天实验舱已经发射成功，那么我们中国空间站的梯子构型啊，也已经基本完成。这对中国载人航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也是我们中国航天从航天大国走向航天强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完成了我们中国空间站的这个建造阶段啊，包括了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一和梦天实验舱二，那么它们一共构成了我们中国空间站的太空家园。航天员进入到中国空间站以后，将会在梦天实验舱、问天实验舱进行科学实验，同时呢，在我们的核心舱进行起居生活。中国空间站未来还将会进行哪些重要的动作呢？我们已经知道的就是明年我们将会进行这个巡天望远镜的发射，它和我们中国空间站的这个组合体啊，采用的是共轨飞行的这种方式。那这种设计呢也是非常精妙的，是我们中国航天人智慧的体现。未来呢，中国的载人航天，中国的空间站绝不是中国一家的空间站，它是全人类的一个结晶。所以呢，我们的载人航天也是展开了双手向全世界进行合作的，也欢迎各国来和我们一起共建我们的空间站。人类的空间站它是人类在空间的第一步，但是空间站并不会是最后的一步。我们人类的太空探索呢，也绝不仅仅局限于近地轨道，将来人类还有可能去往更深远的太空，比如说环月轨道，比如说月球表面，甚至去往更深远的火星等等。所以呢，空间站在轨期间也将会为我们人类在空间太空环境中长期生存积累必要的航天技术知识和我们宝贵的经验，为将来人类去往更深远的太空打下基础。 Thank you.